快速磨皮美白，简单 ，Ctrl 加 J 复制一层。首先用污点修复画笔工具去除人物脸部明显的斑点，执行滤镜，我们专用的磨皮滤镜，确定，给它添加一个曲线，选择蓝色通道，把它的蓝色提升一点，选择红色通道，把它的红色曲线适当提升一点，前后对比。